转载自百家号作者弄月公子。2014年当杜兰特拿到了常规赛 MVP， 詹姆斯又一次进入总决赛之后，大概很多关注球鞋品牌代言的朋友都会感叹一声，看来今年又是 Nike 的天下了。科比、詹姆斯、杜兰特都是 Nike 旗下的球员，而昔日的艾迪五虎老的老伤的伤，在气势和热度上远远输给了以上这些联盟招牌球员。然后时间来到了2014-15 赛季，科比继续报销，詹姆斯回家，杜兰特也受伤报销，同时库里崛起。库里的崛起其实是有预兆的，前两年库里的表现就已经有很大程度的进步，勇士和快船的季后赛抢七大战也让人看到了这支勇士的潜力，但谁也没想到勇士和库里就这样爆炸式的一下子就完全展现在了人们面前。如果不是库里的话，相信很大一部分中国球迷对于安德玛这个牌子会非常陌生。是的，当库里爆发之后，安德玛随之爆发，几乎是在一瞬间就成为 NBA 第三大球鞋品牌。而当库里打开了由 Nike 占据大部分的球鞋市场垄断之后，其他品牌也随着安德玛开始反击。汤普森借着勇士的光为我们的国民品牌安踏尽心尽力宣传，哈登也成为拯救 Adidas 的特派使者，接二连三的此类事件彻底让 Nike 失去垄断地位。当然了，或许因为 AJ 的存在， Nike 将会一直是 NBA 最强大的球鞋品牌，不过如今 NBA 球鞋市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百家争鸣的状态，Puma 会来挖草先思，安踏也要签下海沃德，这已然证明 NBA 球鞋品牌所带来的市场这块超大饼 Nike 已经兜不住了。而所有这一切格局的始作俑者便是汉斯丹伯，但体内潜藏着超级能量的史蒂芬库里。